你们好，我是王娜菲。我现在在做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很小马扎，这个算是马扎吗？我觉得是马扎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在一个好像是一个水草大楼的园子。我为什么在这里吗？是因为我下课了，我跟老师们一起吃饭以后，我要找到一个大楼我可以做作业的一个，我不想去我们学院的图书馆，虽然我们的图书馆很大，但是，大多的房间进不去，进不了，我以前我学过，我觉得差不多有4楼，还有很多很多房间，但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是进不了。我没有钥匙，所以我进不了。只有我去图书馆的时候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。所以我进去，然后1个小时差不多做作业、写作什么的，写日记。然后1个小时以后，一个人进去说跟我们说了啊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关了，再见。不是图书馆关了，就是这个房间关了，但是不是很晚，不是晚上的时候，是下午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的图书馆只有在1楼，只有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但是很难找到座位。找到座位的时候，你的左边有一个人很离你很近的一个人，他们也在做作业，你的左边也有，还有里面，大概没有空气。所以我真的，不好意思，有一个人，我真的不想去图书馆学习。所以在美国的时候，上大学，如果我想做作业，我不想在寝室里做作业，我做什么呢？我出去，然后很快找到一个大楼，不管是数学大楼、科学大楼、文学大楼，什么人都可以进去，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空的房间，很安全、很安静做你的作业。但是，所以这是我出去的目的。现在我在哪里呢？我在一个园子里，因为每一个大楼我进不了，我进不去。所以这里在我。对面有一个楼梯，就是一个外面的楼梯，所以我爬上了，在上面有一些房间，但是我进不了，所以现在我得写一个文章，我明天得给老师的文章，还有我得用我的电脑，这里很舒服，我在这里看书。在这里背单词没关系，但是用我的电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还有我在上，听说一个同学跟我说了有另外一个图书馆，不是学院的，但是离学院特别特别近。我想去那里，所以我用我手机的地图查一下。但是他们说星期一关门。怎么星期一关门？对，蚊子，好啊，但是这个园子里真的很漂亮，有很多植物什么的，还有可能是因为，中国这里的大学生他们还没开学，他们还有1个星期才开始上课，所以有可能
这些大楼一个星期以后会开了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我不要回寝室，因为你们知道我的寝室，我的宿舍里有我的寝室，也有我项目的。也有我项目的办公室，也有我每一课都在宿舍里上，所以如果我想看别的地方，我想看全的学院，我也想看全的杭州，那我不想总是在宿舍里，所以我要去一下。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来了，人很少，但是有一些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得想一想我现在要去哪。好，我去看一看有什么。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咖啡店。我星期六的时候我去了咖啡店，我这个咖啡店特别漂亮，从这个咖啡店看外面，风景很漂亮，就是这个从北京到杭州运河，可以看，然后可以看很老古代，好像古代的桥，但是也是很贵，我不能坐在咖啡厅做作业。不买什么，我一定要买奶茶，然后我也买了三明治，所以很不便宜，所以我不想每天都去咖啡店做作业，所以我得想别的办法。好，说到这里，下次见。